错没错。哇、哦，哎，谢，哎哎哎哎，你干什么去？我抽空再听。别，说好听说，你要忙不耽误你忙，你听着就行了。我听着什么？啊、我消费啊，逼着自行车来到了第一道卡子口。两千，两 K 红桃 K， 谁给我一会儿？王宁，呀吼，王小宁又是你，噔噔噔！你看啊，我俩王四个二五六七八九十勾圈，我们赢了，王小宁。丽啊，你俩是不是商量好了呀？这连续二十八，你俩一伙了，你俩干什么呢？怎么一伙就一伙呗？问题是二十多把了，他们都是一伙，哪有这么巧？你们是不是在牌上做记号了？是不是？小严，你千万别误会啊！这个我的内心其实是一直在跟你一起同甘共苦。那个子东，你给我两条，我要跟小严一样一起吃苦。你公平一点行不行？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，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嗯。哎。听这话怎么像骂我呢？那咱这样吧，咱不玩红 K 了，咱玩打娘娘，好吧？嗯、来分伙，来手心手背分伙啊！来，手心手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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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丽，你怎么总跟我学呢？你是不是后边的？我出的比你还快呢。小宁啊，我赶紧回去取 DV 啊，我给你们录下来。你们俩要是能一万次都一样，我就能去申请世界纪录了呀。等我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们俩真的是天生一对，特别般配。你们这游戏根本没有人会再愿意跟你们玩，你们自己玩吧。小严，谁？阿丽，我就不信这个邪了。咱俩同时说五个数字，预备，开始。三五八二七。王小宁，我跟你说过，我找人算了，咱俩特别合，真命天子。